原林镇政府之前委托台台工委候任张崇坚教授来建案桥团队调查刘强选调提起的环境对学生的影响，结果发现刘强于1999年开始经营之后，赋权刘强包含马料乡、台西乡、有东社乡的学生，记得把过敏性皮疹啦、机器感染，还有不合的风险变高。按照团队还有自身也呼吁政府，要建立海南严条的法规，监控空气地图的污染物的浓度，怎么影响学生啊，甚至太严的空气。刘强工业区1999年开始营运了后，对顶顶位的民众空气问题争议形态，台台工委后任张崇坚教授的团队研究发现到，起码刘强的四年过敏性鼻咽炎发生的机会年四年增加，另外支气管炎同黑姑没做好比带看见的腹痛更加高。这研究就发现说，在六轻开始生产之后，住在距离六轻比较近的这些学童，他会得到一些过敏性气喘，还有支气管炎和过敏性鼻炎，都明显比距离六轻九公里之外的儿童要来得多。除了强定定位利用法律的影响，说明高污染产业对地方空气污染的影响，团队同时没拿出环保署的数据，针对台化土甚至初步到十日停工事宜的帮原切，看得出来台化土停工计划将发生的 PM2.5 利用化硫、利用化碳走下小家程度。我想二氧化硫的空气污染在人类史上是很老旧的一个问题，整个的环境的这个浓度太规范的这个太松了，我想应该要加严标准。这样研究团队同医生都发表进行研究了后，没呼吁政府另外建立各方面条例法规管制空气污染污染浓度，同时没另外针对消化工业污染物对民众的影响还有进一步的研究，来保障带头长期呼吸民众的空气。客家新闻中小会林君中。在这个头。